不止不止不止，200多个。哎，我死鹌鹑嘞！对，就这个号，我不换号了。就是你把声音调小一些，我感冒了。我不想，就是你戴着耳机听，听着听着我就在这里，我怕你受不了。你声音关小一些，关小一些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请展示，请展示，请展示宝。啊 ，I love you 不是擤鼻涕的原因吧？我说我感冒了。他没有鼻涕，他就是水啊，就往上面流啊流啊流，烦死了。啊，感谢我樱花啊，谢我樱花的护粮。啊，感谢我樱花宝，谢谢我樱花宝的奖杯，感谢我樱花宝的奖杯，真的吗？请展示，请展示，请展示，有没有大哥帮我过一过2级任务的？感送的全屏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大哥帮我过一过2级任务的？一般刷奖杯。嗯，贵阳的小豆腐还可以，讲真。欢迎千珏，欢迎千珏，千珏啊，那个煎饼果子大哥是谁呀、啊？是你开的吗？做你家带病还开播的主播，你不得刷点呀？你不得刷点啊？对啊，你不得帮你家主播过过这个二级的任务？还好嘛 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谁啊？狗都狗不动，狗都狗不动，理都不理我们，他都不摔穷我们，果儿级人物，你帮我过吗？傻逼。11点钟，好的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这2天蛮火的耶，就这几个字"勇敢牛牛不怕困难"，挺火的。好像每次什么言论挺火，然后很快直播间就全部打这一个。嗯哼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怎么又黑我，还给我送虎粮呢？把你的虎粮收回去，不要假惺惺的。一个钞票枪，一个钞票枪宝，勇敢默默不怕困难，我很怕的。胡说，人家很怕的好吧？感谢我氰化宝，谢我氰化宝的能量石，我能量石很黑的，送能量石的宝贝，嗯，送能量石的宝贝，
我千九的时候呼叫你啊，好吧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，到五千九我还差两千，我还差两千五呢。嗯哼，是11点钟，11点钟。吞吞吞，吞吞吞。不要胡说，不要胡说，不要瞎闹腾。烦死了，没有鼻涕啊。欢迎红柚。家里没有空调，欢迎春雨。家里是一个没有空调的家庭，哪有那金贵东西啊？因为我们这边天气，因为贵阳这种地方它就是避暑胜地，你知道吧？好的，去吧。急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猴急啊？是哪样好吃吗？嗯，是哪里了不起吗？嗯，是怎么样？是怎么不一样的货色？快说出来，让我们听一听，怎么个了不起的样子？是开法拉利了，还是换兰博基尼了？哇哦，好厉害呀！
出来的没有，因为直播间的节那种弹幕破过防。哇，真是好能吹呀。嗯，你这么会吹，想必一定还是单身吧。骂人算破防吗？嗯，刚看我们直播吧。哇，好厉害呀，不巧哎，本人就有一辆宝马。哎，来，那我们一起加入宝马车友车主群聊一聊。嗯，啊，谁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辆车呀？啊，不巧哎，我有两辆。哇，你是因为没有就会臆想吗？就会想象你是靠睡觉才买得起车的吗？那哥哥你要加油，毕竟富婆很多的，你找个60岁的姐姐，她也可以给你买辆奔驰的，加油。你脸这么大，肯定能买得起的。11点钟啊，mini 都是，就所有的男人都想进 mini 群，然后进了之后发现，哎，怎么隔壁也是个兄弟？我以前可想买 mini 了，我到现在还想买 mini， 可是如果我再换车，我肯定就不想换宝马了。如果我再换车，我可能就会想换保时捷吧。哎呀，我的这个粉刷去哪了？哎，我的粉刷呢？凯迪拉克挺好看的，凯迪拉克挺好看的。32级的主播才赚到多少钱呀？胡说，别人有，怎么就全是开直播赚来的了？我要38、9级啊！啊，那你说这个话，那是可信度挺高的。32级，撑死，净赚40-50万了，好吧？还不带你花钱，平时一边赚一边花。哎呦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老酸别人，我都没有酸你。对，所以今天要哄睡的宝贝啊，把声音开小一点。对呀，直播做主页挺好的。嗯哼，我多大？我，你猜我多大？你看我像多大的？
今天要给大家开个小剧场吗？今天要给大家开个小剧场吗？要的话，要吗？不要吗？那今天12:30给大家开个小剧场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情景模拟小剧场，我们今天就开一个，想听什么呢？要不我们今天就开一个女朋友的剧场吧，好吗？今天就开一个温柔一点的剧场。雨后的姐弟，感谢分享，谢谢谢谢谢谢续费，欢迎图图啊！虽然你没有女朋友，但是我今天可以做下你的女朋友。今天我就是你，今天我就是你半小时的女朋友。想听妈妈的朋友。谢谢吧，感谢吧的能量石。没有看过我直播很正常呢，没有看过我直播很正常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哄大家睡觉的老实女人，既不出挑也不凶搭，没有看到我很正常，但是现在看到了也来得及，请为你的老乡送本魔法书，展示展示。我跟您说啊，就是我这个灯光显得我头发好油啊，但是我今天刚洗的头啊，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只是一个老实的女人，我只是一个老实人，人家只是一个老实人，人家开直播就是希望你睡得好一点。今天才洗了头，每天都为了自己证明我很爱卫生的，我每天都洗头，那个是灯光的问题啊，不是人家不爱卫生，人家可爱卫生啦，虽然没有洗澡，但人家洗头啦。啊，最近不要挑衣服宝，再这样挑人家只能穿棉衣上班啦。以前真的很单纯，2017的时候啊，2017的时候人家还没有出社会呢，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，嗯，
有最后的23分钟，我们就要开始睡觉了。然后没有洗澡的宝宝去洗个澡，知道吗？我每天都跟你妈一样，每天都让你去洗澡洗澡。尤其是夏天到了，很多离家的宝贝脱离父母的掌控就更邋遢了。因为我已经洗过了，你以为我是脏兮兮的来哄你睡觉了吗？我已经洗过澡啦。啊，我不信。翠鱼宝宝，快来送送奖杯！我刚刚说不要心疼我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心疼心疼我吧！我发现我现在嚣张不过一会儿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感冒了。啊！谢谢宝，感谢宝的奖杯。欢迎一蓝品，怎么弄不出来呢？我是有什么改变吗？欢迎老叔，冲啊！睡觉之前的20分钟，最后一波冲啊！虎粮二号不谢了吗？谢谢你。欢迎新芒，送个虎牙一号能给我们多做一个小时的女朋友吗？没问题，你送吧，你送吧。今天播到几点？目前要播到明天下午6点。谢谢分享。然后12点就下班了，哪有啊？明天下午，嗯哼，是的。真没用。欢迎我陈帅，欢迎我不行。昨天我为什么跑？大家没点数吗？是谁在直播间里说赶紧下吧？这主播怎么舔着个脸还要播呢？你不都时间被清空了吗？赶紧下吧，快下吧，怎么还要自费加班呢？这个话你忘记了吗？双标啊。啊，我也觉得我要再不好我要去打针了。我不敢扎那个屁股针，那个好疼啊，听说。生病就要打针啊！欢迎新宝，欢迎角角，欢迎新宝。
好水哦，你天哪，你好骚哦。奖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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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深深亲密啊，深深亲密，深深亲密，还要做了17分钟。作为你们的主播，你是希望我去打的针又小又细呢，还是希望我去打不一样的针呢？你不扎心吗？我的主播被别人打了针多难受啊，我得不到，所有的人都不要得到。感谢守望，是守望的奖杯。欢迎情话，还有最后的16分钟啊，快去洗个澡，脏死了。啊，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人才，你们在外面就不能聊我一些好的吗？在外面说什么我是歪嘴战士，我真的是谢谢死你了。像他妈的有病一样，出去宣传也不能，也不知道宣传点正能量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没有鼻涕。但是他就是老是往下面掉，我醒过了。对啊，我有一天在别的直播间，然后我挂个号在那里学习，看看别的主播，然后我看那个公屏弹幕上都是，哎，那个歪嘴战神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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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心里面想啊，二次元什么时候出来那个歪嘴战神是谁呀？想不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，我当时我就秒退直播间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弹幕
the world is calling you. Can you hear them screaming out your name? Legends never die, they become a part of you. Every time you play. Oh, 可惜啊，懂。哇哇哇哦，老板糊涂啊。你要先订阅我，你要先订阅我，就是你要把我关注了，然后才能给你发私信。老板糊涂啊，人家哪糊涂了？人家爽都爽死了，不懂事的小男孩还在这里，老板糊涂呢？真的吗？冲不动吗？冲啊！不要问真的假的，是个男人就上。我谢谢你，冲啊冲啊！啊，你怎么这么难将就？哇，感谢累赘，谢谢累赘的魔法术。哇哦哇哦哇哦，老板糊涂啊，哇哦，送了魔法书的宝贝看看私信，不要加错了，那个是微。感谢德华，哇哇哇哇哇哇哦，大哥威武，祝送了魔法书的大哥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男人，其他的窝囊废随